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十大电视剧第十名，1998年《水浒传》，收视率78%。第九名，1993年《我爱我家》，收视率85%。第八名，1981年《大侠霍元甲》，收视率86.5%。第七名，1980年《上海滩》，收视率87%。第六名，1987年《红楼梦》，收视率90%。第五名，1983年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收视率90%。第四名，1992年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收视率91%。第三名，1986年《西游记》，收视率96%。第二名，1990年《渴望》，收视率98%。第一名，1981年《敌营十八年》，收视率99%。